生肖蛇，属蛇的人进入1月2号后不仅可以获得吉星的照耀，而且通过自己长期的努力，他们的事业也会取得很大的进步。在过去他们经济形势一般，但是属蛇的人可以让自己越来越顺利，尤其是有了贵人的帮助，在整个一月份属蛇的人自然可以让自己越来越顺利，甚至得到财富和爱情，幸福悄悄跟随，吉星闪耀。生肖马，属马的人1月2号开始得到了财神的青睐，在这段好运时期里，有了好运加身，身边会出现很多幸运的事情，将收获巨大的财富收益。告别之前事业发展平平无奇，经常被麻烦困扰的局面。另外或许受到好运气的影响，肖马者的桃花也开始缓缓绽放，真爱很快就会降临在身边，后续的感情发展也会非常顺利。生肖虎，属虎的人虽说有时候有些独断，但在平时还是很有幽默感的，而且对于事情的发展总是会有十分独到的看法，对于发财的机会更是敏感。在进入1月2号肖虎者的机会来了，身边的发财机会变得越来越多，日子也开始变得无忧无虑起来。另外属虎的朋友在未来二个月的生活中会得到贵人的支持，让自己的利益不断扩大，一定要记得感恩，给予贵人更好的回馈，这样才能让福泽变得更加绵长。生肖兔，生肖属兔的人为人比较博学多才，个人的运势上，生肖属马的人开始稳步得到提升，2021年1月2号能够得到人生的大福大贵，他们运势上上签，瞅准时机，将正财把握住，还能时来运转，将偏财捞在手里，财运逆转，大有一飞冲天的趋势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钞票满天飞，势必能够赚得心满意足。生肖鸡，属鸡的人眼光独到，做事有规划，灵气十足，1月2日开始他们运势上上签，事业一鸣惊人，势不可挡，笑口常开，凭借自身的才华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，财运大涨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钞票满天飞，只要能接住就能发大财，咸鱼翻身做富翁。